接下来5月份的电音节，5月3号到5月4号，现场不仅仅是有国内的一些时尚达人，还会来很多的明星，有很多的国外的人过来参加这个电音节，非常非常的多，会有各大品牌，包括有吃的各种餐车，吃的喝的都有。下午2点入场，晚上10点结束，连续2天8个小时的狂欢够你欢了，现场是很炸的。2天，如果你能全程跟下来，我跟你说你会嗨，我这很自豪的，因为现在我就在合肥，在洛港公园，特别大的城市中央公园，我们也非常期待。家人们昨天去师傅直播间，竟然说我是个男的。What？啊！Later。要做一个猛男，要猛，要猛，要猛。这个啊，你演技怎么样？主打是专业，师傅。那你演哭戏怎么样了？我大男人，我哭什么哭？大男人，不是有个嘉宾来了，我说你们来一段哭戏。谁来都不行，不演。让他演一段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大男人，我演哭，我哭得出来吗？我哭。别走，燕子，我没有你，我们怎么活？燕子，你要多保重啊，燕子。燕子，我没有你，我怎么活？霸天虎过山车，师傅，我们现在去挑战最大的过山车。不慌，慌不慌？不慌，好。不是，我不玩。不行，拼一把。玩不了。solo，赔一个。慌不慌？慌。赔一个啊。我得把晒得冒油了。幼稚，太幼稚了。哇！动作继续跳，美丽。时隔一年，大杨嫂终于再次来到直播间，大杨哥迫不及待的在小杨哥面前秀恩爱，小杨哥受不了这个气，等到大杨嫂去休息时，竟爆料大杨哥的惊天大秘密。你就说你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半夜钓鱼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有什么证据？你又没证据，你讲。你把你那定位那个手机还放在我抽屉，要不要我拿点给你？你说清楚，让我心里面有个底，快点。好，行，兄弟们，那照片，咱们照片为证啊。你穿那么好，你冻冻的，你把那冻的腿都抖。你看天都黑了，大半夜。老弟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看咋的？这个，来，下一个。当品牌方带着才艺来到直播间时，竟被小杨哥偷学，还要带着品牌方玩，结果悲剧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快，快来，救命！快救命！快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快点！
哎呦喂，喂啊！好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快点，滚到一起了，快点，你快点搞一下呀、啊！你帮个忙呀、啊！你要帮忙吗？你帮呀、啊！媳妇儿不是故意的，你看到吧，媳妇儿，这个东西他这个人是他的盘子。帮忙也是真会帮啊，还是真来帮忙。老弟，我觉得这个玩意三个人玩好一点，三个人怎么玩？所以要挑战啊！我不想试，我怕我弹了一回我媳妇骂我，那么听你的吧，要不要我试？我觉得你试一下，行。二三，开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还是一个人吧。等一下，过来，转。哎呀妈，庄小葵，你不能这么干啊！不能这么干，你真废物！拿掉！你要不要弄呀？这是真弄了，第一次是真弄还是假弄？真弄，真弄吧，取的，真取。这不怪我吧？我俩想赚一下。得嘞，你是不是不想跟他一起干对吧？我把他眼睛蒙上啊！你不知道发生什么？对，大杨嫂子不怪你。妈，让大杨哥这个一个人赚啊！我一个人赚啊！来的，进来看着。你别怎么样，老弟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知道我媳妇告，你不要生气，还生气，让他骂我，好，好事，好，哎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？我的腰。我对你好不好？弟啊，兄弟。这样嫂子不会骂你，有道理。在昨晚的直播中，很多粉丝发现大杨哥竟然不在，纷纷让小杨哥解释一下。大杨哥呢？大杨哥在赶来的路上，他本来他以为他媳妇要生了，结果他媳妇没生啊，然后他就以为本来今天不来了，但是马上就到了，怎么办？原来是大杨嫂肚子疼，大杨哥以为媳妇要生了，所以没有赶来直播间。是吗？跟我媳妇说肚子疼，我还以为咱回家之后是让吃那个凉的了，晚上吃凉的肚子疼。大杨哥十分呵护大杨嫂，更期待即将来临的新成员。而随后得知媳妇喜欢吃螺蛳粉，更是带来了美味螺的螺蛳粉。女生都很爱吃，我媳妇也非常爱吃，我媳妇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螺蛳粉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是受不了。喜欢吃的你就觉得香，不喜欢吃的你就觉得臭。有道理。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两岁开始吃辣椒啊，两岁我拉粑粑，就是一直哭啊，一直哭，因为疼。两岁开始吃辣椒，这个啊必须得就点辣椒吃吃，这辣不行，不辣。怎么样？歪过了，你这个味道，你到底是辣还是不辣？路人，谁？喝口水，你装什么装呀？叫你喝，你不要是装，那辣椒多辣呀？装，这样，扬起来喝。辣不的辣辣椒，你就要生吃。Later。你喝呀，还没喝好，你喝了半小时了都，喝好了没有啊？浪费时间，他妈还要卖货呢，浪费时间，卖了一个多小时，卖了五个瓶，你喝好没有啊？你喝你给我哭了，你咋还哭了呢？你喝好，你喝那么长时间？每次都是，哎呀，嘴都红了。不要揪头发，男生打架不要揪头发，有道理。